持地菩萨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，我为比丘，常于一切要路经口田地险隘，有不如法，防损车马，我皆平田，或作桥梁，或覆沙土。如是勤苦，经无量佛出现于世，或有众生于环会处要人情物，我先为情，至其所意，放物即行，不取其职。毗舍夫佛现在世时是多饥荒，我为妇人，无问远近，为取一钱。或有车牛被于泥泞，我有神力为其推轮，拔其苦恼。十国大王阎佛设斋，我于尔时平地待佛，毗舍如来摩顶为我。当平心地，则世界的一切皆平。我即心开，见身微尘与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。微尘自性不相触摩，乃至刀兵亦无所触。我于法性悟无生忍，成阿罗汉。回心进入菩萨位中，闻诸如来宣妙莲华，佛之见地我先证明，而为上首。佛问圆通，我以地观身界二尘等无差别，本如来藏虚妄发尘，尘消至圆，成无上道，思为第一。持地菩萨从座位上起来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我想起过去，在普光如来出现到这个世界上那个时候，我出家做比丘，常于一切要路经口田地险隘，有不容易走的路，防损车马，我皆平田，不如法，就是不容易走，妨害又损坏来往的车马，这一种的道路我都把它平了，有沟的我把它填平了，有高出来的我把它撤低了，或者造一座桥梁在路上，或者就背着一点沙土把坑垫平了，像上边那么样子勤苦，生生世世都做这种的苦工，经过的佛很多很多，不知道多少佛都出现于世，环会就是城的城墙和城墙门的这个地方，或者有众生在这个地方，或者有做生意的，他要人跳东西，或者扛东西，用两只手扛着情物，他若需要这样的人时，我就帮他背着东西，或者用头顶着东西，或者用手拿着东西到他所要到的地方，意就是道，放物即行，不取其职，我把帮他所擎的物质放下，也不要钱，不取其职，就是不求代价，不要他给钱，不但不和他要钱，就是他给钱也不要的，这持地菩萨就行以上这种苦行。毗舍夫佛翻译成中文就叫遍一切自在。这位毗舍夫佛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世界人就多数饥荒，因为饥荒人人都没有饭吃，就要逃荒，逃荒就是说这个地方没有饭吃，走到别个地方去逃这个饥馑的乱年，那么有的人逃荒就饿得不能走了，持地菩萨就背着这个人从这儿到那个地方去，也不管远近，远也是一个钱，近也只取一个钱，多了不要，或者有牛车被你给限住了，因为道路不好走，一定是下雨下得多了，这年头也就不收成了，所以人走路也难走了，车往往在路上就会被你给限逆住。持地菩萨说他自己有神力，有一种大的力量好像神助他似的，为这人来推牛车车轮，拔除他的苦恼。当时这国家的大王很信佛的，于是就设斋请佛来受供养。我在那个时候在佛经过的道路有不平的地方，我就把道路给平好了，等待着佛来。毗舍夫佛就给我摩顶，对我说：你应该平这个心地，你心的平了，世界地自然就都平了。持地菩萨以前这么的长时间平这么多地，本来的都平了，但是他的身地平了，性地没有平，所以毗舍如来才告诉他要平自己的心地，心地平了，一切的皆平，心地也就是性地。我听见毗舍如来所说的法门，当时心就开悟了，我见着自己的身犹如微尘一样，和所有世界的微尘都没有分别，这个微尘与微尘的自性也不相摩擦，不互相生冲突，乃至于冰刃相接也不能伤害我的身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身体和虚空合一了，没有我相了，我于这种的法性里边得到无生法忍，成阿罗汉果，我回小乘心，现在入菩萨位中，我现在听佛所说的法，宣扬楞严大定这个妙法，宣扬这种微妙不可思议的法门，这种佛知佛见的道理，我现在坐上手，先来证明这个法门。佛现在问这个圆通法门，我以地观身心和世界这两种的微尘没有什么分别，本来都是如来藏性，由虚妄里头发出一种的尘相来，
尘的境界如果消除了，智慧也就会圆满，成无上道，思维第一。